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游玩去月球这种游戏啊。那上一集我们到了约翰跟丽蛙约会看电影的地方。这么从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。这有点难呢。Nice。我总算明白，我大概和这个妖怪兽共生了。主要是为了方便，但是大可继承了，小子，别那么一种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你看，也许这是个馊主意。哦，我的天哪，那又如何？你想想看，最后的情况不过是他拒绝的，然后你就继续熬手阔步，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，没有人会知道这事。但他依然认为酷毙了。但是他如果告诉其他人了，或者就冲我大吼大叫的，别那么懦弱。又或者说他说好，但其实是不好呢？下套心，谁会那样做啊？那如果他直接往我脸上扔百科全书呢？我身上有头盔都没有啊！亲爱的主啊，我实在是没办法面对这一切。我说老兄，先不要慌，你只要挺直腰杆，别像懦夫一样就行了。就是，骂得好，一切都会进行很顺利。你要做的就转身上前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你敢？你好，你好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。那你为什么不……哎，算了。边上那只鸭嘴兽可真酷。你在读什么呢？一本书，我靠，这完全不想理人家的意思。关于鸭嘴兽的，不，哦，我觉得那也不错。嘿，你愿意去灯塔？啊？这个国家正好还有12个2阶的菲涅尔透镜灯塔存在。有9个位于沿海地区，其中一个改造是古老的煤油灯塔。哦，这就是你正在读的东西吗？我是说，你有空能和我一块看个电影吗？知道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你考虑。我不能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又没说具体的时间。这周六的8点怎么样？行吗？意外，我觉得系统好像卡。可以。哦，太棒了。不，没事。待会我们能再细谈吗？我只是想。搞什么鬼啊？你看着我干嘛？
你以为会大声说出那有多尴尬吗？得了，换了他，我可不像你想的那样。让他透一透气吧，他还只是个孩子啊。我们应该包容他一点。那又是什么意思？闭嘴，走吧。我的名字不叫闭嘴，谢谢。对了，我认为如果用是合适的角度去看他的话，那么不好像又不是，算了。你刚才干嘛，老兄？你干嘛？我想跟他出去。不，这真是可悲啊！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长驱直入冲他面前，然后像这样。哎，牛，出来，我和你这就约会。这样听起来就够烂的，是挺烂的，但总比做那些事好。傻眼。他爸爸给我全身东西脸上了吗？啊，他真的吗？闭嘴，温球。看到没？不是只有我会叫人闭嘴。这一刻，那我突然感受到你的爱。傻眼。啊，我亲爱的上帝啊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你就要让我上这种课。哎，来吧，这确实乐趣无穷。如果有话说，话得出来的话，多练练一定能成功，你明白的。哦，好吧，等这门课结束以后，休想我再碰一次画笔。画什么？安静会行吗？我保证总有一天你会喜欢上他的。里奥纳多·达芬奇通过画鸡蛋来练习绘画，这些滚筒就像大鸡蛋一样，所以你一定能超过达芬奇的。教室真大，有人吗？一个人都没有。嗯，那很好。另外，你怎么不应声？我知道你会做，但是等着呢，另外。好吧，我想我不得不……他于1492年8月3日从西班牙城市博罗斯德拉。弗隆特拉起航，这座城市始建于1322年，年仅14岁的阿尔瓦古斯曼法勒斯。行了行了，我只想问个日期而已。不过你看，这很难吗？傻眼！天哪，得他这种变成的人，都有攻不换的能力吗？那倒不至于，不过我想他们死记硬背的能力应该不错。喂，他往这边过来了。Old tape。只是把那个视窗缩小了。生命往救者。哦，完了，你的开挂最好，哼。最好下次再说。一个天井，我们稍后也许能弄到这里。真不敢相信，记忆中的半堂前居然是长方形的。哦，嘿，好吧，你赢了。哦耶！食堂，是，他是挺特别的，特别的闷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看看他，
成天一个人坐在那，还有那只畸形的鸭子玩偶。那才不是畸形鸭子，那是鸭嘴兽好不好？什么见个鸭嘴兽？别啰嗦。不管怎么说，那只是那么不合群，你知道吗？他完全是从另一个星球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来的一样。我知道，但那不是很酷吗？唉，看来对外星人什么的感兴趣啊。但是说真的，如果想令人另类的话，倒不如去玩玩摇滚或是哥特什么的。原因之一在于我不想毁了我的头发。事实上，我们赋予他们的名字太多含义了。看，尼克，我只是不甘心成为淹没在芸芸众生的平凡一员而已。可是，难道跟他在一起就能改变你的身份吗？要我说，你就是喜欢和腼腆的女孩厮混的家伙。他不仅仅只是腼腆而已，尼克。总之，他是特别的，特别不一定是好事，你该懂的。你真的不知道他是否愿意成为特别的存在？也许他只想做普通人呢？哇塞！如果事实如此，硬逼着他走另一条路也于事无补啊，不是吗？听着，尼克，重点在于我知道什么才是我想所要的，而他正巧能满足我的渴望。所以你喜欢他，只是因为他所拥有的，而不是因为他本身。你可真无情啊，伙计！我只希望你自己知道在做些什么。我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认为你错了。每个人都不平凡，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特别的。那是你祖母告诉你的经验吧？满足约翰的渴望。等等，这家伙还真是自私贪婪而又八面玲珑啊！这么说吧，他那让人真不爽。你知道的，有时候我真想赏一些某些客户一记耳光。这就是高中，所有人都是混蛋。不过，嘿，欢迎来到学生俱乐部。等等，所以这就是他在悬崖边跟他说的事吗？什么事啊？早忘了，我看是。其实他都发狂，然后开始做这些恶心的兔子事吗？就因为他不知多少年前就承认的事。我猜他已经相当记仇哦，我可不行，总觉得漏些什么。那么我去找另一顶帽子吧，神探福尔摩斯。来吧，我想我们通行证就要作证了。可是我还没找到另外一个啊。我在羡慕这些孩子，他们头发都已花白的时候，能在他们身边帮他搬动这架钢琴。趁先有人跟童年时的王伴有联络。撇开原因和动机不谈，有一点值得注意，那就是他们确实在高中相遇的。先前有多少情侣能在一起超过一个月呢？你的情况我不知道，不过我在这方面总是一帆风顺，是吗？顺着有如白驹过隙，稍纵即逝，听着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啊。所以应该是那个背包吧。对，是他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希望频道欢迎到 YouTube 的频道红色小方块按个订阅，记得铃铛也记得打开。那也欢迎到粉丝按个赞，也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次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